你没事吧？好孩子，我将命不久矣，这鱼小村下藏着你可好宝藏，你一定要找到呀。爷爷爷爷，我这就去找，一定会找到的。这就是鱼小村码头了，真是深不见底，但只要我跳下去，命肯定没了。关键是我不会游泳，这可怎么办才好？有了，我可是富人，雇人下海找宝不就行了，这就回家拿钱。奇怪了，我家怎么没钱了？箱子里都是空的。身为富人，一穷二白，只有这满是金的房子。不行，我一定要找到，把这金子全拆了，这样就有钱了，再去雇人挖宝。这就是矿工居住地了，有人吗？有人吗？谁呀？一大早吵吵闹闹的。是我是我啊，于小村出了名的富人。哦，思强凌弱的富人，说的就是你吧？你说谁呢？来，给你钱，帮我下海底找尼克号宝藏。尼克号宝藏？那底下全都是鲨鱼啊，不去。不去，肯定是嫌少。来，这些都给你，赶紧的。夫人你好，夫人再见。可恶，居然不帮我下海找宝藏！哼，你给我等着，先回家拿点东西。找到了，100度的岩浆，还有零下100度的冰水。小白龙，你快点出来，咱们出来无可不客气了。哎呦，还不客气的，你下来矿洞，看我不揍你一顿。好，今天我就来个水淹矿洞，看我不淹死你。咦，怎么有水啊？那些哪来的大水啊？我的家怎么被淹了呀？再涌进来，我就家就没了呀。咦，奇怪了，这么一桶水居然还不出来，哼，那我就来桶更厉害的，100度岩浆，看我把你烫熟，待会儿就有烤肉吃了。可恶的妇人，水淹不成就来岩浆，不行，这么下去还没完没了了。哎呦，受不了了，快停下来，我爸还不成嘛。果然受不了了，哼，赶紧出来。哦，差点就熟透了，可恶。我帮你，但是你得给我足够的钱，不然我是不会去的。行行行，我的钱可充足了，直接都给你，这下总行了吧。妇人家可真有钱呐。行，我这就下去找，找不到我可不负责。没问题，我就在这码头等着。这水可真深呐，我先吸点氧气，潜入进去看看。这四周黑漆漆的，还好我带了夜视镜。这怎么有条海底大裂缝啊？干嘛来的呀？这底下真有宝藏，四周全都是金子。天哪，再下去还有什么？妈，是鲨鱼，真的有鲨鱼啊！对不起啊，我无意打扰你们休息的，我就是来带点金子的。我挖，我挖，我挖。不行，这样挖下去，这鲨鱼的栖息地就摧毁了，这村外将永无安宁。有了，把富人的金子全都放在这儿，再离开这里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，这下面全都是鲨鱼，差点就把我生吞了。有宝藏吗？宝藏呢？这底下太黑了，我没看清。什么？那你快进去探探究竟。不行啊，下去肯定会没命了。我下潜，这全是金子，给你。那好吧，我再下去看看。我可不会破坏大自然哦，我把富人的钻石全都放在这儿，再给自己来点伤。不好了不好了，这鲨鱼太厉害了，我和鲨鱼殊死搏斗，我的钱全掉里面了。你骗人，你看我这兜里全都是空的，倒是捡到了神奇的石头。那给你，你找别人吧，多少钱我都不去了，再见。石头？难道真的是宝藏？